先咧，多謝大家咧嚟臨呢個運輸義工隊舉辦嘅愛心關懷行動，換載全關愛，發見未來。認識我哋運輸義工隊，簡單介紹下，我哋係2009年成立嘅，咁全部隊員咧都係民政總署咧員工嚟嘅。咁我哋都希望用我哋嘅公餘時間啦，去幫助啲有需要嘅人嘅，咁同埋會關注多啲社區啦。開始之前咧，我哋有請民政總署管理委員會副主席阿羅副主席嚟致辭。今日咧好高興同我哋民政署義工隊咧喺呢度咧同大家見面。首先咧就祝各位新年健康先。民政總署義工隊咧成立到而家咧已經難過第九年，咁服務對象咧已經係超過咗1,000個啦。而家啱係一個春暖花開呢個季節，咁民政總署咧每一年咧都會喺呢個時候咧就舉辦一個跨州嘅系列活動，咁讓市民認識城市綠化嘅好處。稍後咧，我哋將會就派發呢個活動咧俾各位，同大家咧用攜手美化呢一個居住嘅環境。多謝大家。今日我哋咧都有帶咗一啲嘅盆栽嚟俾大家嘅，咁呢啲盆栽咧有啲都係我哋苗好自己買食嘅，咁所謂嘅苗好就係由細種到佢大啦。咁但係咧，大家各位老友記嘅任務有任務喎，就係攞咗呢啲長大咗嘅盆栽咧，種到佢更加靚，種到佢更加欣欣向榮。我分神氣，全天歡靈氣，欣賞這如你，充滿樂與喜，無分年紀。都青春神氣，穿梭這原理，青春無邊，散發無限美。是那樂趣，美麗的相處，中秋真是美。黃昏神氣，全天滿靈氣，欣賞這原理，充滿樂與喜。無分年紀，都青春神氣。穿梭這原理，青春動結，散發。